针对高阶用家 ，FSD 嘅潜在系 Aurum 系列，加推 PT 1200W 白金级电源供应器，唔单止采用全模组化线材设计，仲加入 E-Sync 感应功能，令到电源供应器拥有高达 92% 嘅能源转换率。FSD Aurum PT 1200W 系而家 FSD 最高阶嘅型号产品，配备 80+ Pentium 白金级认证。因此在外形上面亦改用银色嘅外框设计，电源器采用全模组化线材，提供高达13组沙提接口同埋6组 Morless 硬碟机接口。佢同 TAC 嘅 PCIe6+2 pin 电源接口仲高达8组，处理器电源亦有2组4+4 pin 接口，数量非常充足。电源供应器喺用料方面亦非常认真，除咗喺电源接口上面用咗 Y cap 之外，另外亦设有 S-cap 同埋保险丝等零件，而且用咗2组整流晶片平均分散电流。大水塘电容方面就用咗2组420W、470F 组成合共940F 容量，并通过2组大线圈同埋一系列嘅 MOSFET 进行变压。Aurum PT 1200W 从单路正12W 设计，最高可以提供 100A， 即系1200W 嘅功率输出。部分正 12W 亦会用作转换成正 3W 同正 5W 部分，合共可以提供 160W 输出。至于负 12W 同埋正 5W SB 就分别提供 0.8A 同埋 3A 输出。 Aurum PT 1200W 在主机板24 pin 电源线上面加入了 E-Sync 感应功能，即时测量主机板端的电源电压同埋信号，令到电源供应器可以即时作出反应，減少電源波浪和雜訊。 Aurum PT 1200W 的最大特色就是配備了 80+ Pentium 白金級轉換效率認證。據 FSP 資料顯示，在 10% 和 20% 負載下，可以提供 88% 和 91% 的轉換率。 50% 和 100% 負載下，還提供高達 92% 和 90% 轉換率，即是代表電源供應器在600W 的負載下，只有少於52W 的電源流失。